You. How could this happen to me? I made my mistakes. Really?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War Thunder， 我是小 J。 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一台 Type 90， 90式日本主战坦克。那这台主战坦克怎么说呢？它乍一看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长得还有一点像一台这个 Leopard 2A4， 但是这台坦克它有一个其他目前我们存在于游戏里的主战坦克都没有的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装甲。那它的装甲并没有太特别，它的装甲基本上，我认为趋近于这个 M1A1 Abrams 的装甲。你的炮盾不值一提，你的前装甲在远距离，还 OK， 但是如果有时候瞄到一些重部分，就总之不是那么好。大部分游戏里面的前装甲都是大概这个概念，所以比较重点在于你的炮盾到底强不强，因为高阶上很多时候都是在1500公尺、2000公尺外的距离去狙击，你只漏一个炮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 Leopard 2A5 跟 T80U 在这方面有这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的炮塔比较接近 M1A1 Abrams， 你基本上是什么都可以打穿啊，没有什么太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的最高时速，你也看到73公里，而且是1500马力，然后2400 RPM。 我们来看看同阶的这些坦克，比方说 M1A1 Abrams 只有68公里的时速，那 Leopard 2A5 只有68公里的时速，唯一比较接近的是这个 T80U， 但是 T80U 的倒车速度非常，不能说非常吧，相对来说比较慢。而哦对，还有 Challenger 就不用讲了，非常非常慢。但是日本这个90是有73公里的时速，我们几乎可以跑得跟 Leopard 2K 一样快，当然最终 Leopard 2K 还是会超越我们，但是我们是唯一一个快要可以跑到跟他一样快的这个主战坦克。而在高阶场，如果你能够有这么高的时速，可以把你带进一些比较一般大家不会注意到的抱歉大家不会注意到的位置的话，你的效果可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这个 Type 90使用的是自动填装的系统，也就是说你的填装速度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同时，而且非常的快。我们在这个组员里面看一下，我们的重装速度是5秒钟的重装速度，这是非常非常快的。M1A1 Abrams 同样120毫米炮，它要重装6秒，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跑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并且有很快的重装速度，可以解决掉非常多个敌人。这个是我认为为什么90是在目前的高阶上里面，除了 Leopard 2A5 之外，我认为它是最好的主战坦克。 OK， 那我这边就不再多废话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影片内容吧。好的，各位，欢迎来到阿拉斯加。我这边不理解为什么在 War Thunder 里面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重生进来，但是游戏已经开始了游戏已经开始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队友都已经在什么地方， ABC 三个点都已经被占下来了。我没有骗你们，我们刚重生进来。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但事实就是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我感觉这场大部分敌人都在左半边，所以我就不绕出去右边 C 点外面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城市吧。虽然说我不太喜欢城市交战，但是管他的啊，我真希望我有那个引擎的烟，这样子我就可以遮住我的。血在哪里？那是在什么？那是在 ZSU。那是在 ZSU 57，不对 ，ASU 57。What the fuck？ 哎，我背后有敌人。
What the f- 我有点时空错乱，各位。我发誓，我有一点时空错乱。哇哦！我刚明显听到，哇 ！Fuck you! Goodbye! 我们其实炮好像还可以发射，我们只是。炮台的那个旋转的机制坏了，我们能不能躲在这里然后维修？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躲在这里把这炮台修好，他在尝试听我们的声音。我不在，真的。You。好，各位，欢迎来到 Hurtgen Forest。买现在越来越少排到这张地图，我有点不知道我现在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我很少玩这张地图，尤其很少在高阶场玩这张地图，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敌人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反正我现在就是 W1 到底，一路开到我世界的边缘。Oh my god！OK， 我把他抓出来了，我可以放心了，对吧？我的炮为什么 ？No， 我不接受。我真的不接受，不接受。你测个距吧。OK. And? 那台防空车，那台防空车它……我好害怕，你知道吗？我真的，各位，我真的很害怕。因为现在的这个重生机制就是，你杀了坦克，你几乎可以断定它一定会再变成另外一台坦克回来。Oh my god!No! Oh my god!六秒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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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就是我说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重生机制，你一定可以重生两台坦克，所以当你杀了一台，另外一台绝对可以回来找你报仇。哎，这场应该，对，结束了。我们直接就把他们推掉了。但是 ，Oh my god， 真的好恐怖啊！哦，哇哦！你们说他会再探出来吗？其实这样未必好，不过还是感谢他。我不知道我们这场的运气是怎么了，我们到目前为止运气非常的好。Oh my god! Oh my god! 我以为那是队友的声音。OK， 我们的命是这一台 MIA-1 给的。他说冲过去，我们就冲过去。Oh my god！ 啊，我的炮坏了。Oh yes, M3 Bradley, M3 Bradley， 给他好看。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我的。我刚面前只有一堆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那台 Bradley 如果真的把他干掉，我们真的这一场是我们的命全都是队友给的。哇哦，就是你吗？就是这台 KPZ 吗？在 M1 在打。Shit， 我们的炮五秒钟 ，Come on！OK，OK， 你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装死多久？哦，我们的炮其实，我们的炮还没有好，我们炮刚刚其实有被打坏。那我们是怎么开炮把那一台 T80 给打死的？我也不知道，魔法雷霆嘛，一切都是魔法。OK， 谁占了 C 点？OK， 我知道我们周遭没有任何队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去把 C 点占下，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点都没有。啊！我就听到我才刚听到左边有这个引擎的声音。哇哦！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那到这边我们就基本上出完所有哦。不对，我们还没有出完所有，我们还有意大利跟法国的这个最高阶的坦克还没有出。你可以看到，意大利坦克我还没有研发出来，而法国坦克我也只有研发出 AMX-40，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 AMX-40 的话，可以告诉我，其他这些就还没有。所以，其实 AMX-40 算是最高阶的法国坦克，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个 AMX-40 或是任何在这边的意大利坦克，都可以告诉我。当然，我们也可以稍微就是
休息一下，不要再看高阶场的坦克了，我们可以回去玩一些比较基础比较低阶的这些坦克，我觉得高阶场其实玩久了也很累。 OK， 那在下面留言告诉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坦克，不要忘记帮我分享按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